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OG 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Ultra Dash Z3，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来，欢迎来到全台湾唯一会被告的一个节目。你要卖多少？挑战法律尺度的最边缘，挑战道德的规范，游走在灰色的边缘地带的一个节目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这个收看影片之前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关注我。下面还有我们的 IG， 给你们五秒钟，先定起来，我们再继续节目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到现场是2011年的国瑞品牌的这个 Wish 国民神车，也是我们在路上能见度最高的一台休旅车啊，不。能见度最高的一台七人座中小型的旅行车，接下来这个大家应该是不陌生的。那这台车呢，也从来没有。我为什么用这种声音讲话？对啊，有点累。我想说你要讲到什么车？哦，累啊！啊，我们从来也没有拍过Wish的估车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有啦，有一集啦。旧款的没有，同款。新款的我们拍过了，拍过了、啊。那为什么还要拍？啊，不同台、啊。哎，新款的我估过。有啦，有啦。嘿，我跟泰山吗？对啊，你跟泰山啊。哎，没想到我们拍到重复的题材了，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啦。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台有什么可以分享的。好，今天是阿呆跟我搭配，好不好？泰山今天翘班嘛。首先呢，我看到这台车，你看这个外观其实是。轮胎你看哦，也已经有一点年代的感觉哈、哦。我来看一下轮胎，映入我眼帘的就是这个很大大范围的擦伤，果然2017年的，跟我猜的一样，有年代了。哎，2017年几年？5年的嘞。五年的。然后蹲下来以后，我告诉你阿呆，妈的，今天很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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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破底了。你看它这个擦伤里面，我们从它这个大面积的擦伤里面，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看这边有什么不一样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？这边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考过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只有考过漆这么简单吗？不然嘞？也之前跟我们 CHR 一样改过黄色，是这样吗？他也改过大包，蒙读什么啥？蒙娜丽莎。好，蒙娜丽莎大包他也改过，他后来从良改回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我已经破题了吧？观众朋友，这个车。我上次是不是才讲过我们 CHR 为什么考黄色？你单看它，来看它，你现在看它，你有没有觉得它很高调？高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当它藏身在台北市，穿梭在这个车阵当中，远远看，你会觉得它奇怪吗？你看哦，我们把门一打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？请系安全带。我好久没有买到这种俗称豆菜底的豆菜皮。豆菜梨啊，倒菜类啊，小黄啊，欸，你知道有车有小黄也有大黄。大黄是什么？大黄就是它出厂的时候连骨子都是黄的。好，那台车它在它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要被推入火坑的。它从小出生，它就是预计就是我就是你就是职业的，对，你就是要去上班的。好，那叫大黄哦啊，小黄是。他出生的时候不是，但是后来啊，因为这个家境的关系又是什么，他才去上班。好，那就小黄。好，然后当然我们英语也除了那个请系安全带以外，这个也是问讲的最爱，猪猪的垫子，因为长久要坐在上面怕底撑嘛，坐不住嘛，屁股啊也褥疮嘛。看一下后座，我想既然这通常后座都会非常的不堪入目，因为大家在那边哇跳舞，对不对？他会不是啦，他上车要。一定要从那边上车嘛，那第一个上车撸嘛，啊，一样撸撸去隔壁还围嘛，下一个才可以再上车，所以是打钢铁啊那撸撸撸撸，哇，所以后座应该都是很惨的。来看一下，哎哎，如此的漂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究竟这个豆菜底的小黄 Wish 为什么它的后座会如此的漂亮呢？答案待会为各位观众朋友揭晓。是不是换过，还是说之前它有用椅套？对不对？载客载一载，现在不载了，要卖了，拆掉，里面就如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而且你看，很可惜，它这很奇怪，它底色是白的，计程车要改回自用之后，它又改银的，好不好？这俗称的三色豆花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车要怎么估呢？首先，我们还是一样，这个车并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地方，无论这个车有没有这个曾经执业过，执业，执行的执，后字不要打错字了。不然人家想说我们这些都没练书的，我们一样是先从
外表要花多少钱，引擎、机件、底盘的状况有没有换过，板件有没有撞过，里程数多少，有没有调过表，一步一步我带大家继续看下去。来卖车的客人啊，他其实已经有先跟我讲这个车的状况了，所以我才会叫他开过来。我们不收计程车的嘛，对不对？我还会叫他开过来，自然有我的用意在，好不好？待会带大家一步一步的见招拆招，慢慢的解析曾经入火坑再回来的女孩子到底还不是、啊、的车子，我们到底还值不值得购买呢？首先我们一样看板件哈。哦，这一代我记得之前分享过，这个一定都会黄化。如果之前拍过，应该会有分享吧。这一代眼睛超会白内障的，没撞过呢。看完了、啊，哎、欸，灯帮忙照一下，我没带那个。哦，我讲的那个大黄有没有？嗯，出生就准备要来探家哎，那种哎，探家郎啦，探次郎，探次郎，影片又探家郎，他连这个大梁哦都会是黄的，如果是大黄的话。连这个避震器塔，这个都会是黄的，这个都没有，这就是它原来的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水管，哎，水管意外的还有弹性，那我看一下有没有漏油。哎，阿丹，你看一下，帮我看一下，你跟那个小陈修那么久了，你应该会看的吧？有没有漏油？看后面啊，没有灯，我没有灯啊。好啦，没有啦，我看了，照这边一点，坐后面，哎，好像没有嘞。好了好了，遵义博了啊，反正这个就算有很便宜，那个垫圈300块吧。我们只是爱垮崩垮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，没撞哦哈，这都原来的漆，有 ABS 啊，我发动啊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知道它里程啊，好不好？我就直接跟大家分享，2011年的啦，11年车，里程146000，合不合理？阿呆合不合理？略多，晒啦，一年才开13000多哎，那没有略多吗？就算换成自用车，正常而已吧。不是不合理的地方，不是略多，不合理的地方是太少。哦，电车一年大概5-6万。哦，这么多。对，没有看他认不认真跑啊。他要是一出门，哎、欸，老婆，我出门开车了，然后就去电车行，大家在那边怕悲喜，那种里程都不会太高啊，就在那边飙13，支完大二，那个里程都不会太高。我就是看到这个里程，我叫他来的。你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查过了，查过了。真的。真的真的真的，这当初应该是最基本款的啦，没有电动椅，没有 iKey， 恒温空调 ，ABS 双安全气囊。欸、你看那时候人家的平板方向盘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而且你看这个方向盘不丑吧？不丑。我说它的那个使用的痕迹啊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是来啊，麦公我给你 A 哈，温家五黑的国道一号的排价表，现在你讲你买到哪靠呀？屏东啊。好、哦，你买屏东哦，哦屏东，哎、欸、不呢，温家上直接下个新店尔呢，背面是国道三号的吧？哎、欸，拍摄过背面，我是国道三号诶。哦，你南港嘛，你即马南港上车嘛，嗯，对吧？吼，啊，你要到上到到上到龙潭吗？啊啊，安尼龙潭，安尼避过来是安尼避吗？加53，53.6，53.6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诶，我看哦，里程数啦，你这边要省啦，我过真正唔捌安尼省过，所以咧，依照阮遐做编出来拢爱用花诶。三四个人挤满一台车，然后喊、哦、我要到营区多少钱哦？比如讲500安尼哦，好上车。以前都是用喊，乡下比较乡下的地方，不跳表，没有在跳表的啦。乡下跳表是要载你。嘿，五哎，你车逃出来哦，少年呢？你坐车不？哇，你有没有遇过？没遇过？这么凶吗？都嘛这样好不好？因为那个揽客要不能太猖狂、明目张胆啊。我保兵人，哎、欸，大人，要坐车不？哎，公告秘书，笑脸的被伤起来不？你猜啊？你这样真的拿了很多啦，你到了一些什么虎口之类的比较小的那种火车站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出来就会有了啦。啊，哎、欸，阿兵哥，你坐下不？啊，啊，阿兵哥，你坐下。哎呀，你这太嫩，现在年轻人都没有遇过这种东西哦。好了，反正我知道他里程这样，我才叫他来；我也知道他里程准确，我才叫他来，对吗？法拉利的啦，安怎？法拉利的手机套啦，安怎？好玩？喂，哈，等下我等人客啊。以前的手机十大 take 你知道？哎，啊，哎。啊、好了好了，麦克风公开了哈，好，哎，哇帅，一只手就要把它折起来，没用过折叠手机吧？有，我有、哦。什么牌的 ？Motorola。怎么可能 ？StarTech 一种哎。我不知道 StarTech 是什么。StarTech 是啥？你又唔知道？搞公开啊！就哎，现在有没有开车必备啦？要干嘛？要绑人。我怎么知道？对啊，我怎么知道？
摸后照镜，有钻孔，一定有钻孔。你看，钻那个空车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看有些改回自用是弄到让你看不到黄漆呢。以前我看那个同行的，他们有的专卖这种车的是漆全部喷掉呢，直接磨掉，全部磨到光光，不会让你看到黄色的啦，就是让你认不出来啊。然后有一些灯具什么在喷的时候，转角角落都会喷到黄漆，那一定都会喷到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有没有？还有天窗一些转角地方会不小心喷到黄漆嘛？啊，他现在改回来骗人啊，然后怕被消费者发现嘛，他们要把天窗总成拆下来，大灯尾灯都拆下来，胶条拆下来，看到有黄漆的地方慢慢擦掉，慢慢磨掉，整理到让你完完全全的看不出这是一台臭菜底。对，很认真啊。他们这个，我是觉得哦，大家不要去说他们这个赚这种钱没良心什么，人家也是有付出劳力跟时间，要慢慢做手工，慢慢磨，对不对？人家是有付出心血来赚这一条钱，只是没跟你讲而已。其他都，他真的有付出很多努力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再踏伐他了。你看这个人是这个紫华店的爱用者，车上布满了紫华店。哎，哦，这个人除了紫华店的爱用者，还有胶带爱用，胶带爱用者。还有双面胶，哎、欸、哦，美机呢？台湾 taxi.com.tw， 哎、欸，安内算业配哦、喔，这样业配了，业配了。我们客人也是直说啦，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已经很容易查得出来，尤其我们一看就知道，你刚蹲下来前面一看就看到，对啊，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要骗我们的意思。我说如果你的里程降你确定是准的，我就买，哦，很简单吧？哦，双面胶是用在这啦，粘壁光电的。对啊，你看。想到黏哪里就黏哪里，万用的。哦，这计程车真的有太多往事可以讲了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阵子，哇，把计程车改回自用泛滥。现在为什么比较少了，你知道吗？当初哦，这种计程车改回来，哎，看起来是长知识，都是为了什么？全额贷款，甚至超贷，因为贷款银行他不会去查你这台车是不是计程车。然后计程车又改回来的车，又比市面上正常没当过计程车的车呢，一般约莫会便宜在8万左右。以一般的国产车来讲，假设这一台车市面上现在剩30万，对不对？没当过计程车的自用车来讲，如果你当过计程车，对不对？去收大概剩下20万、22万了不起，这样会差8到10万，有的甚至要差15万，要看车款。那是不是我买回来就比别人便宜了？人家都收30万这辆车，我就收20万的计程车，然后回来花个3万、5万，好不好？整台弄得漂漂亮亮的，那人家买30万赚1到2成，开个35、6万再卖嘛。我们收20万，然后整理了5万，整台车漂漂亮亮的，我只整理外表，只要让你看不出是计程车。好，假设我本钱带25万好了，我只要卖33万就好了，吊打你这个卖35、6万的正常车。然后我卖33万之后呢，银行认定这个车可以带，比如说35万，哎、欸，我才卖你33呢、欸，可以，银行说可以带35，贱价35。那我是不是就超贷了？全额贷、免头款，连税金都可以一起贷进去，免头款。哦，那时候就是这样操作的。好、哦，所以我这个年纪的，在20几岁的时候，大概10-20年前的时候，很多人去买到宝菜虾。宝菜虾那时候出现在什么车，你知道吗？阿提斯、威奇这种最多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那个最多人会去买到宝菜虾，就是 Lancer Gobo Lancer 那个车厂出去就是他妈找那个 Gobo Lancer 的宝菜虾计程车，大量收回来，每一台都改成 EVQ。啊，因为不是 EVO 嘛，每一台都回来都改成 EVQ 大包，全额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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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你看每个剩钱剩个手很嫩，你知道？可是后来银行会学聪明，可能我觉得啦，我猜啦，可能呆账率太高，后来他们就说，只要当过计程车的，可能只能贷60%，只能贷70%这样，他们就会去查了。那我就说那个法规是人搞出来的嘛，本来大家一片祥和嘛，啊，有人去搞，有人去搞啊，银行也不是笨蛋啊，对不对？呆账率太高，他说，哎，以后开始要查了。当过计程车的，可能就带的层数就要降低一下。我今天又有知识点，哎，这板件贴纸站，门的，哦有，我换螺丝好了，好，螺丝好的，好，后车厢。哦，你看，紫华店的爱用者不骗你吧？这边哇，他在保护啊，怕磨到什么的。哦，然后这里面哇，全套的头枕，计程车司机常在外面跑，所以要准备多一点东西。我来看一下这边。哎，他灯具都没有喷到漆吗？好像没有。他之前烤漆是不是灯具有拆啊？拆开来。对啊，很认真哎。但是他这一块怪怪的呢，你不觉得这边特别不自然吗？衔接的地方。对啊，这个我看另外一边。哦，当这个时候你就看另外一边。哎，这个才是原来的样子吧？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吧？这个不是。有没有？所以他这一块可能钣金有那个、哦、有换过。你看这边好像也是。哦，那这一块应该是有更换过。好，这个时候你看这一块如果要更换的话，要连接到这边来，那这边应该也要有。
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拆这个，看一下它的，哎，这边没啊，这边点还在啊，有没有一个间隔？哎，这个今天这个算是这个哦，高级班的哦，这跟我们一般看螺丝那个已经不一样哦，今天这个是高级班，高级班就是它如果这一块要经过更换的话，我们要知道它都会从哪个地方去切，哪个地方去衔接，对，所以我才会来看这个地方，它这个点啊。虽然它不是等距的，但是你就是每一个间隔都一定要有。哎，没有呢，上面都是 OK 的啊。哎，啊，奇怪，它刚刚那一块是从哪里切到哪里？等一下让我研究一下哈。这个真的要研究，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。哎，可是也不太对啊。像这种情形有没有？通常都要拆内装，拆这里啊。我不确定这里看不看得到。以前有时候我们车买回来有没有，这整个都要拆下来看，才知道那片曾经出过什么事情。哎，灯借我一下，来。啊，黑的啊，换过了啦。换过。这个都黑的。对，整片都黑的。我之前有讲过嘛，换过的板件内侧看是黑色的。你如果比如说这一台车原本是白的，它的板件内部应该也要是白的。看这边，我看这边有盒子可以拆。看没有？我很想让观众朋友看哎，怎么办？可是车我们还没买，我们又不能。好了，等有买再拆给你们看好了，不然给人家拆成这样好不好？好了，反正那块是确定是换过的啦，这等一下再跟客人反映一下。好，继续哈。哎，有没有？你会不会觉得那很困难的？比起我们之前教的。对啊。你看我们平常这样简单的绕一圈有没有？以为我们都是在看粗浅的地方，不是？因为外面如果螺丝什么都 OK， 就没有往里面探讨的必要了。所以我们当看到这边怪怪的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反应，你觉得这边怪，第一个反应什么？跟相对侧比较，阿丹，你现在拍这一侧，这个这边跟这边，这而且这边竟然会有点生锈掉下来，再加上这边，这个很怪，接得很怪。好，啊，你再去照它相对侧，哦，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觉得怪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往内探讨嘛。嗯，所以这一片这样，放过，懂了吧？好，这门 OK。你看这个是最常上下车的地方嘛，左驾嘛，它靠右停车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常坐，这边比较塌。对，这边就稍微比较塌，那边会比较漂亮。不过这个也很算很漂亮，因为它这个皮椅真的是原来的皮椅，它不是换过的。所以计程车来讲，这台车的内装是真的不错、啊。我老实讲是这样。哎，好了呢，看完了呢。这台车哈，2011年的 Wish， 就最阳春版的，市价应该会在25万左右收价。车如果漂亮的话，再高都有可能，到26、27、28都有可能，因为这个 Wish 现在已经没有再出了嘛，现在只剩喜宴塔啊。问题喜宴塔的后座空间哦，其实喜宴塔卖的不是很好嘛，就等于像是类似马五一样的意思啊，绝版车，想必往后它会一直蛮保值的。你现在就算你买最旧型的 Wish， 2005年的，你都还要买到十好几万你才买得到。好 ，Toyota 的车原本就保值，再加上它已经不坐的七人座了。哎，这车很耐用呢。你现在路上还一大堆旧 Wish 在开来开去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对啊。2005年已经几年了呢？17年了。对啊，路上还一堆呢，所以这车一定是保值啦。我就说这车如果没有当过七人车，正常行情还有25到30万之间，没有问题。站得住，一定站得住，而且还卖得掉、哦。我说的是车行的售价哦。但是这一台，因为他当过计程车，他在电话中有跟我讲过。啊，我说现在改回来吗？他说改回来了。我说好，那可能在15万，减10万来，他15万来看车。那到时候我们有什么要扣的，到时候再扣。再扣。而且你看它是原厂灯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去跟客人瞧一下。欧系方向盘。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，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你看它这里这样切，你看，切一个圈圈，你要把这个表皮卸下来啊。所以这个是原本的。对啊，它有两层嘛，这是空心的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这个一定是玻璃取下来嘛，要不然就撞到之后可能玻璃也破掉啊，就直接从这里面切啊，沿着表皮切啊。这边就沿着表皮切啊，保险杆拆掉，沿着表皮切啊，然后这边也是沿着表皮啊，你看这边都有一条裂痕，你看到有没有？一条痕迹，沿着表皮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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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，啊，这片就下来了，然后另外一台车来，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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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哦，这个都不是很严重啦，你如果严重的话，连这块这些都得做了，因为它撞更进来了。啊，可是就是因为是表皮，所以只要切表皮就好了。你前面叶子板换还没什么，因为前面叶子板有做螺丝，螺丝转一转，里面螺丝转一转，整片可以卸下来，就代表说
不算是主结构的一部分了、啊。但是问题是后叶子板是连在车体上的，所以它会被视为是一个主结构啊。反正一台车你就是锁螺丝都没关系啊，简单讲也不是没关系啦，没那么严重啦。哦，那就跟一个建筑物换瓷砖 OK 吧，对不对？那我把钢筋都切断一段，然后再烧一个钢筋下去，你敢住吗？哈、哦，类似这种感觉哇！今天看小师又长知识了呢哈。刚才去跟客人讲啊，这整个故事听我娓娓道来。这个是他亲戚的车，他帮他开来处理的。那亲戚年纪大了，你闻一下里面的味道你就知道了。什么？有加零臭是不是？哦，我没有讲哦，哈、哦，年纪应该是有一点的啦哈、哦。那他当初买这个车回来是因为他有正职的工作在做，他也有刚好有职业驾驶嘛，买计程车省税金嘛，他、啊、想开就开嘛，兼职的。好、哦，然后可是呢，随着他年事越来越高，越开越少，都就没再开了。我刚刚去看哦，去年的验车到今年、啊、只多1000公里而已，所以他里程是准确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他就是请他开来把它卖掉。大概整个故事是这样啊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哦，这个、就是已经有点类似我说，哎、欸，老婆，我去开计程车上班了，然后就去吊着杀鸡那种意思了。就明明他是这个职业的，但是他却很少在职业。你如果去某一些酒店啊，你要框一些小姐出来，他说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卖笑不卖身。但是偶尔遇到感觉好的，或者是这个手骨比较粗的，1000块给笑，2000块我不要，3000块开始笑，4000块给我抱抱。有机会了嘛，但是也是偶尔啦，啊，就类似这种感觉。好，我没有讲很明显啦，大家自己意会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讲话很怕。我觉得整体的内装的状况跟它的机件状况，我觉得还 OK。我也有跟他出价了，好，但是我跟他出的价钱有一点狠，本来150,000。扣除一些外表的东西，内装整理的东西就算了，后叶子板那个真的没有办法。这个状况要卖，我们就要明确告知，而且定型化契约就要给人家勾事故车。那一般消费者看到你勾事故车，谁敢买？所以这个我们回来其实销售也有困难呐、啊。我刚刚出10万，会不会太狠？还好，扣个5万。哎、欸，我讲实在的，如果假设啦，他是还在跟这个家人瞧啦，可是我讲真的，假设10万他卖给我，这车好便宜哦、喔，基建状况还不错，回来整理整理，花个2-3万应该会很漂亮的吧？而且把它改回白色的。更漂亮啊！大包弄下，影音弄下，哎、欸，这个车你要开出去兼职也是 OK 呢。好啦，我去看他考虑的怎样，好不好？出10万，希望是可以卖我啊！因为这样阿呆晚上就不怕睡不着的时候没事做了。啊，不然暗时拢底下供电、供购、供表，锵锵锵锵锵，不对套。点扣扣，点电来，锵锵锵锵锵哎！好，我去看他考虑的怎样。哎、欸，要说11万呢，我再发动一下，我确认一下。10万跟11万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哦，还是我们买回来改大包，然后头灯尾灯都换新的，一边装改头灯塔。引擎是真的蛮顺的，你看，冷气又冷，电折都好的，你看。哦，好尴尬哦，怎么办？哎、欸，你看这里有锁表的，你看这个就是多少钱的那个跳表机。对，欸、你看还有老花眼镜，找钱用的，要不要收记？啊，要不要收记？哦，好重哦，好深哦。好了，跟他买一买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才11万而已呢，就够俗的呢，不虚呢。旧款的，现在我们在收0607都要超过11万的呢，这11的新款的呢。好，我去跟他签一签，好，回来跟大家做结尾。好，等我，马上回来。AK Taxi， 你该往何处？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有听过。那你再举例一首歌，里面有计程车的。啊，还有歌有计程车、哦，那个 MC 哈豆也有一首 AK Taxi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欸、你真的讲得出来哎，好不好？买好了，买好了，11万，我的了，送老花眼镜，2011年的未许，好，最低阶的，当过计程车，后叶子板曾经更换过，我们最后入手价格是11万元，我是干嘛就秀的呀，好不好？那这个跟大家分享，好，第一次资讯量还蛮大的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吸收，好，我们就下课了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照道理来讲，片头的时候你们已经订过了吧？没有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有那么好看的事情呢？加一人哦，加免费载不空车，加代志啊，拜拜。还是把它改为黄色也 OK 呢，哎、欸，回来花10万块回来 QQ 哎、欸，出去赚钱呢，哎、欸，不错吧？身材工具哎，阿丹要不要考虑一下啊？就是有那种晚上睡不着啊，不知道干嘛，你就开出去
兼职一下。哎，现在不一定要考黄的啦，晚上无聊就打开 Uber 打开，然后就开出去了。哎，晚上载的，我跟你讲，哎，这样，你没有听朋友有在跑过 Uber 的吗？你晚上到那个木木木木木那边附近，木木木木木，你知道？木木木木木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载不少，信义区内，哎，可以载不少呢。傻傻的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十万卖，我就卖你了。不要了，无聊跑一跑啊！你顺便有车开，反正你现在没车。对，啊，不然这样不用钱啊，要不要？六四啊！你最近开所得六四，要不要？我六，你六，你六，我没那么贪心啊！我三就好了，我三就好了，要不要？七九硬，好不好？哇，那我宁愿回公里了。咋这么贪心？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，Ultra Dash Z 3， 地表最強的 Dual Lens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。